就是在池上的博朗大道上举行了好米收冬季相关系列路跑活动。参加民众除了有专业路跑者外，还开放有 6K 短程报名，让爱好运动的朋友们都能够一同来到池上乡共襄盛举。这次乡公所还特别选在远近驰名的博朗大道上作为选手路跑赛道，沿途不仅能够欣赏美景之外，更能够跑出好的佳绩。未来在池上乡，除了持续推动丰富人文活动之外，也期望在各地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民众，都能够好好享受来到池上乡体验乐趣以及品尝道地美食文化等等，再再都证明了池上乡之美。东台新闻郑玉玲池上乡采访报道。